关于新庄老街杜根案，这个杜根案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的，从去年以及今年一整年就开始在发酵，以及在推动了整个议题。那我们在这边，我这边站出来，这边召开记者会，是为呼吁说，新一届的新北市政府以及新一届的新北市议会，然后赶快正视这个延宕已久的问题，以及新庄老街杜根案所背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跟原因，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并呼吁说。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能够赶快正视这个问题，以及新北市议会的新任议员能够赶快的监督这个问题，趁着这个机会，趁着这个朝小野大的新北市议会的就任，然后赶快的让这个议题更能够符合人民的利益以及人民的期待。捷运来了以后，这块地是新庄捷运站到新庄老街最重要那个巷道，这巷道大概有很大比例是公有地。那其中有一块是古迹，有一块是在认定古迹之中。那新北市政府把这么大块基地里面，迁就30%的住户，去把70%的土地把它给牺牲掉，然后呢去做盖豪宅、盖大楼。这个做法呢，不管是从土地正义、公有地的使用，都是很大的扭曲。而这一块地一旦呢变成豪宅，少数人使用以后，从捷运站到新庄老街的动线的活化的关键空间就没有了。换句话说，这个计划一旦达成以后，一旦那个大楼盖上来以后呢，新庄老街很重要人潮进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和机会就这样被抹除掉了。这是我们非常严重的抗议，而且非常不同意的部分。公办都更应该要公有土地公用，然后第二是拒绝建商联手炒房，第三是新任议会应该要严格监督，然后守护新庄老街的记忆。那我也提醒一下，这块基地里面是目前新庄唯一残存的一个日据时代的空间，而这里面有一小块是已经被认定成历史身份的文资身份，另外一块正在认定文资。那我们这段过程里面也做一些文字的申请，新北市政府做了很多我们认为非常不妥当的行为。文资委员基本上他们是审查了以后，他们认为一半人说是确定是可以做文资的身份，一个是不可以，就这时候应该是再开文资会议，但是新北市政府自己确定他就不是文资身份，这第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不可接受的部分。官方怎么可以来代替怎么样来代替自己制作裁判，他应该要由文字员来决定。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审查后面那个自治书的局的时候，他竟然以这个地方太脏不适合审定那个文字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可以让文化局在一路上走下来都是非常让人家觉得不适合而且不妥当不应该做的很多不入流的一个行为。我们希望政府可就是新北市议会监督新北市政府停止贱卖国土，然后拒绝建商炒房，然后公办都跟公有地公用。那新庄老街是一块高达70%是由是新北市政府所拥有土地，当然就是新北市政府当就是草率以水岸住宅作为更新目标，然后遗忘新就是公有土地公用的本质。那由于他在市政府在招标的过程中，就是开发总容地板面积过高，导致实施者的建筑量体过大，然后让新庄老街的都市纹理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然后呢，那个就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建商在此喊出就是新庄居然有一坪60万的高价，即使在新庄复都心也只有40万上下，那俨然就是在催生房产，就是新庄房市市场，让新庄就是整个房市就是俨然就是新北市政府带头厂商，就是带头炒房有土地厂商之前。所以我们认为新北市议会应该要监督新北市政府重新思考新庄老街的使用方式，并且针对老街制定相关的计划，坚持公有土地公用而不是炒房价的凶手。公办都更公地公用，公办都更公地公用，拒绝政商联手炒房，拒绝政商联手炒房，新任议会严格监督，新任议会严格监督，守护新庄老街记忆，
守护新庄老街记忆。